无烧烤不夏天，精选深海鱿鱼，以须为串，精巧别致，被冠以龙珠串之名，出游或宅家方便美味。解冻龙珠串，涂抹烧烤酱汁，腌制30分钟，烤箱预热220度，放入烤盘，烤10分钟取出，撒葱花、孜然粉，再入烤箱烤10分钟即可。酱汁包裹烤串，焦香诱人，如此弹牙爽口，谁能不爱呢？地道中国味就在解客兄弟。